大家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个一，让我知道一下。好，谢谢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呢，也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这个讲座系列，我是主持人刘畅。那今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室啊，都是冲着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的，那就是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联席主席汪班老师，是我们这个整个纽约地区的这个文化红人啊，甚至是整个全美国的这个华裔的文化红人，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来到我们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啊，我相信一部分人呢是汪老师的粉丝，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一定是《红楼梦》的粉丝，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不管怎么样呢，相信今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道这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盛宴啊。大家知道汪老师的讲座一向都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在我们的讲座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讲座过程当中的这个规则。在您进来的时候呢，您的声音还有视频默认都是关闭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您的视频和声音不小心开启，请您自行的关闭。我们还是希望呢，我们的整个讲座是在一个比较顺利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的。尤其大家知道汪老师的讲座啊，一向都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大家也不想打扰这个汪老师的讲座啊。那么如果大家有朋友呢，想跟这个汪老师来进行互动，或者有一些问题想提问的话呢，您可以将您的问题还有互动的话题打在我们右下方的对话框。那么在汪老师的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留给大家一部分的时间，我将会代替大家来和汪老师进行互动和提问。所以呢，您如果有任何的话题，还有这个想互动的话题，还有问题的话，您一定要打在对话框。那么大家一定不要失去这一次和汪老师进行互动的机会。好了，那么剩下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就请出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联席主席何勇博士来给我们介绍我们另外一位联席主席汪老师。何老师，好的，那个刘畅，那我也问一下，我现在讲话可以听见吗？好的，非常好。好的，那么就是再次欢迎大家参加人文学会今天的专题讲座，特别是欢迎这个来自国内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那个百听不厌的《红楼梦》，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啊是百听不厌的和那个《红楼梦》有不解之缘的汪班老师。那么前不久啊，斯坦福大学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他叫 Ron Egan，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红楼梦》啊是一本改变世界的书呀。我们不是很肯定啊，《红楼梦》是不是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但是呢，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啊，《红楼梦》啊是一本改变中国的书。那么，《红楼梦》自问世这个有200多年以来啊，对其后的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啊，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那么，《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啊，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国那个红学会的会长啊，就这样说啊，他说：“中国如果没有《红楼梦》的话，我们都不好意思这个面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世界文学巨匠。”那么我刚刚说啊，我们不是很肯定啊，《红楼梦》是一本改变世界的书啊，是因为呢，我不确定啊，有很多外国读者读过《红楼梦》，或者是即使看过啊，是不是能够看懂啊，也不清楚。其实呢，不用说外国人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未必都能真正的看懂《红楼梦》。原因之一啊，就是《红楼梦》它是一座这个迷宫。曹雪芹呢，给我们设了数不胜数的难解之谜。那么历代啊，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啊，他们其实是在揭谜。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啊，就是请一位这个高人给我们揭谜呀。那么这位高人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大部分听众都很熟悉的汪班老师。那么他今天呢，要给我们梳理《红楼梦》的这个结构脉络啊，这对我们读懂《红楼梦》啊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他还将为我们解读这个曹雪芹对12位这个钦差
排名的这个巧妙设计，这两个话题啊都是很少有人讨论过的。那么汪老师是解说《红楼梦》的最佳人选。我前面说到这个汪老师啊和《红楼梦》有不解之缘啊，这是因为呢《红楼梦》是他的最爱，他从十岁起啊就读《红楼梦》，几十年来呢几乎是这个如一日，他一直是在琢磨研究和教授啊，就是教课教《红楼梦》。那么他的特点啊，就是他从来不人云亦云啊，总是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说能够享受《红楼梦》的人啊，是精神世界的富有者。我想我们今天听完汪老师的讲座后啊，一定会增添不少精神财富。如果用英文来说呢，就是 "We are in for a treat today"。啊，下面就让我们隆重请出汪班老师。有请汪老师。各位，你们好，晚上好。今天啊，我认为这个天空好像有点皱眉呀，因为前两天很热，今天忽然凉快下来了。我说这个八成是那个曹雪芹曹爷爷在天上啊赐给我们的好天气。所以今天我认为我们来讲这个《红楼梦》啊，好像很恰当。昨天晚上就不行，热得厉害。谢谢何勇，谢谢刘畅女士，给对我的介绍啊。那个何勇跟我提要我演讲呢，就跟我就问啊何勇啊，因为何勇好像是我弟弟一样的，我就问啊何勇弟啊，我说。哎，老弟啊，我说你要我讲什么呢？后来他就说，他说《红楼梦》怎么样？我说怎么又是《红楼梦》啊？因为讲《红楼梦》的人太多了。后来我笑了嘛，我就说，我说那好吧，那刚才呢，何勇啊 ，Dr. 何勇在跟大家说话说介绍我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个《红楼梦》啊，好像是一个中国文学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朵奇葩。那么我当然是同意，为什么《红楼梦》会有这样这么伟大，被所有看过的人研究过的人都觉得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我认为最大的原因，用一句话来说《红楼梦》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因为《红楼梦》是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是大结局，就是最后一章，所有在中国文学里有的东西，从《诗经》一直到了清朝，所有的文学文体、小说、诗歌啊，风骚、风体和骚体，这它无所不包括，而且都是做得非常的棒。那么一会儿呢，我还会再说一点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因为讲这个《红楼梦》，我常常觉得有一个，我心里啊有总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我以前开在华美啊开《红楼梦》的课是有开了两个学期，就是20堂课40个小时，我们讲80回啊。还好像时间还不是太够，那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呢，所以我就跟何勇说，我说定个名就叫红楼扣环怎么样？扣环就是敲门的意思，那个多半以前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大门上啊都有一个环，你要敲门啊就在那儿打那个门环，所以这个扣环就是敲门的意思。我说我就讲一讲这个最开始最基本的对《红楼梦》的感觉。那么我今天的要讲的呢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红楼梦》的它的整个它的故事脉络跟它的故事它把它解谜。为什么要解谜呢？因为我从小我就看这个《红楼梦》。从小一直
甚至于到现在，虽然我明白了一点儿，可是呢，我每次看《红楼梦》，那个第一回和第二回啊，就觉得，特别是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要看，因为第一次看呢，就看了觉得很伤心，就不要再看了。后来我姐姐跟我说，挺好的，你忍耐着啊，继续看下去，就会看到好看的。后来我就听她话，我就继续看。看到第三回啊，忽然好看起来了，就是黛玉进都入都进贾府，那个时候就开始好看了，文字也不一样。第一回和第二回啊，特别的不容易看，而且一点儿上海人所谓的噱头，一点儿噱头，一点儿好看的地方都没有。他的文字啊很枯涩，而且那故事啊乱七八糟，这儿捅一下，那儿点一下。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就两个道士在那山里面跑啊，大荒山啊，也然后有个女娲呀、啊，跟这个小石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迷迷糊糊的，忽然又跑出一个什么甄士隐呐、啊，又有一个贾雨村呐、啊，什么贾雨村要做官呐、啊，两个人喝酒啊什么，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觉得，后来我大了以后，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红楼》，我们谈起来。他们说哎呀这是很对很对，我们也有这个感觉。所以呢我就到了差不多我到将近60岁的时候，我就痛定思痛，我就说让我来看看，花点时间呢、啊、我倒要来找找到看看到底他为什么第一回和第二回会那个样，会变成写的那样，就看起来觉得一点味道也没有，就觉得就不想看。一直到了第三回中间儿，到快中间儿的地方，黛玉进了贾府，哎，开始好看起来了。那后面当然不用提了，越看越好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马上，因为你要我扯，那我是胡扯大王，所以让我讲红楼啊，那么多的题目可以讲几十个小时，所以我们呢，我就马上就讲我所要讲的第一部分。这第一个部分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林老师，我们就看看底下的那个文章好吗？就这个第一部呢，我管它叫理清《红楼梦》的脉络，就是把它那个前头那两回，就是他曹雪芹心里啊。其实曹雪芹心里是，当然他是太明白了，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可是这个曹雪芹呢，他是很会玩弄我们读者的感情，所以前面两回啊，他是整个一个大的，他让你觉得好像在做梦，糊糊涂糊里糊涂的，也不懂他到底是想要讲什么。那个文字呢，写的也是，就是。跟白话文有点脱了节，比较像文言文，中间的故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忽然这说到这个说到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做了一个整理啊，我就把这个书啊变成了，把这个介绍我要讲的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就说全书的情节先后应该是如下，这个什么意思？应该如下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曹雪芹在写这本《红楼梦》这个创世杰作，他心里当然有一个知道来龙去脉，他早就想好了。这个整个故事在他脑子里，在他在想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他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准备好的，他呢在心里那一个次序是怎么样一个次序呢？就是现在各位在这个屏幕上看见的这个全书的情节啊，应该是这样，是先后应该是这样。一是石头跟女娲，女娲要开这个天地，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石头，然后366块石头就是这块石头，就他没用，
他就更对女娲觉得非常不满，自己也觉得很难过，然后没有办法了，他不用他嘛，他就只好在就把他丢在那荒郊野地，丢在哪儿了呢？就丢在那大荒山。其实那个荒就是套这个荒唐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故事。他就在这大荒山旁边，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这个石头已经过了几千几万亿万年了，所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石头精，所以他好像孙猴子，他这样他心里想要变什么他就能够变成什么，他就变成一个小的一块很美丽的一块石头啊，就在那个荒山里头，在那个草里头。那么开始呢，石头跟女娲有关系，女娲没用它。然后到第二，这个石头呢，他就练，因为他修炼了几那么亿万年呢，他就变成了精了，他就跑到天宫里去了。他跑到天宫里去呢，他就看到天宫里啊有一个灵河，灵就是灵魂的灵，灵河。他在灵河的岸上看到有一棵小的草，一朵花，他就看到那个花啊垂垂欲死，就眼看着就要死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一个草啊离那个灵河挺远的，它不能够吸收到它灵河里的水，所以这个石头啊，那个时候他到了天宫，他就那个天宫里的那个娘娘，天宫主掌天宫的那个娘娘就封他为神瑛侍者。那么这个神瑛侍者呢，他就是等于一个 houseboy， 是那个天宫娘娘的 houseboy。 那么他没有工作可做，他每天就在那天宫里逛，他就到了这灵河岸上，看到了这个仙草，这个仙草呢就眼看着要死了。他这个石头呢就说，哎呀你挺可怜的，你那么可爱，所以他就跑到灵河那儿就去拿了水，每天他就去啊就浇这个仙草，这仙草呢就被他救活了，不但救活了，长大了，而且开了花。那因为这个草啊，草是比石头要柔和多了，所以这个仙草啊过了亿万年它也变成了精，但是它最多只能够变成一个女人。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从前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好像跟现在那个 sexism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石头因为它是硬的，所以它可以变成男人，男孩子变成男人。这个仙草呢，它虽然练了亿万年，但是它只能变成一个女人。它开了花呢，那个花非常的美，是红颜色的，又像珠子，有特别的光彩，所以就叫了绛珠仙草。那么这个石头跟这绛珠仙草呢，石头对它就有救命之恩。那么这个说完以后呢，这个石头啊他教了看他活了，他也就在四处去游荡去玩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回到他就忽然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小的一块石头啊，他就在那个大荒山上，他就待在那个草堆石头那儿，刚好有两个，一个僧一个道，一个和尚一个道士。那个和尚就是茫茫大师，那个道士呢就叫渺渺真人。所以我们中国这个真呢，看到有真人这个字一定是道士，如果看到大士多半都是和尚。所以这两个人呢是结伴，就是一个是跛足，就是敲脚，一个是身上一头长的都是癞头，就两个人啊，然后披披挂挂的，就两个人结伴是朋友。然后他们就经过这大荒山呢，那个茫茫大师就是那个和尚呢，就头一个看到了这块小石头在旁边，他这个石头真的好看，就跟他哎，这个石头就说话了，他说我好看是好看，可是你都不知道我多倒霉，那个女娲啊
开天地没用我，所以我是无用之人，我就在山里头啊四处飘荡啊，我是没有一点用的没有。后来这个道士呢在旁边呢听他说话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这个和尚呢就说，这样吧，我把你啊带到红尘里去。这个红尘，这个红字太重要了，所以这个《红楼梦》里的他这个红楼其实他就是点这个红尘，当然这个红还有很多意思，一会儿我会说。那他就把它揣在他的那个大的袖子里，那个道士就跟他说，哎，你怎么那么多事啊？因为和尚啊是对人是有啊很多的怜悯，有很多的爱，就是用英文说有很多 compassion。 那个道士，道家的学说就是说 detachment， 就是说不要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永久的一个结缘啊。今天咱们有酒，有乐的可乐的，我们在一起，大家在一起乐一场，等到酒没了，大家话说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就是道家。所以这个道家就渺渺真人就跟茫茫大师说，哎呀，你就是多事，见到这石头又把他带到什么红尘。后来这个和尚就说，哎，你别说，他告诉这个石头，他那个红尘呢里头挺好玩的，不过呢也有痛苦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石头就说，愿意愿意，我愿意去。好，这个就是第三步，他就被这个和尚和道士啊就带到了红尘里。所以第四个呢就是石头投胎红尘，就是他跑到世界上来了，他就生在了贾府里，做了贾政和王夫人的儿子，所以他生出来嘴巴里口里啊就衔了一块玉，这个玉呢就是石头，石头这个玉呢说的难听一点，说白了就是石头，石头说的好听就是可以变成玉。所以这就是地，那石头就投胎了，就让这个啊和尚和道士啊就把他让他投胎到了红尘，就进了贾府，这就是第四。然后这个绛珠呢就过了很多很多年，他就一直没见到这个神瑛侍者，就这个石头啊，因为石头自己去逛去了，跑到红尘里去了。这个绛珠仙草就找他没找到，就跑到那天宫娘娘那儿去问，那天宫娘娘就说啊，他已经被一个和尚跟道士啊带到红尘里去了，那他走的以前呢还到我这儿来消过号，就说报个名啊，就说我要走了，以后可能回来可能不回来。所以天宫娘娘就跟这个啊绛珠仙草就说了，她说她已经去红尘了。那绛珠仙草就说，什么是红尘呢？那天宫娘娘就说，红尘就是人世。她那个绛珠仙草说，那怎么办呢？她自己就越想越伤心，她说我是他救活的，他是把我救活的人，那么我怎么能够去报答他呢？他就思前想后啊，最后就做了决定，他说这样吧，既然他去了红尘呢，我也跟着他去红尘去走那么一趟啊，我去做什么呢？我就去还债。我怎么个还法呢？他是用灵河的水来浇我的，所以我呢没有别的，只有眼泪。他就把自己化成了一个女孩子，就投胎到了红尘呢，他就来还泪的。所以各位，我说到这儿就知道为什么这一个黛玉，只要他想到宝玉，见到宝玉他就琢，他就折腾。他所以如果不懂他的来源的话，就觉得这个挺烦的。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啊，他们都说看到黛玉，写到黛玉的那些部分呢，都觉得挺烦的。这女孩怎么那么烦，动不动就是伤心啊哭啊，没事儿她就一个人在那儿哭。因为
这就是他到人间到红尘来要还愿的，他要报答这一个神瑛侍者，就是贾宝玉，他只有用一个办法，就是他把身体里的眼泪啊泪水都哭干了，他才能回去。所以这个第五项在曹雪芹戏里面，这后来是特别重要。第六部分呢，就是绛珠仙草到了人间啊，他就变成了贾宝玉的姑表妹，是他姑妈的女儿，所以也跟贾府有了关系。而且他的母亲过世了，父亲就让他到那个京都啊去投他的外祖母，就是贾母，因为贾母给他写了，给那个林如海写了很多信，让这个黛玉啊到都城里去。所以到都城里呢，两个人就见到了，这是前世的姻缘。所以这就到了第六项啊，石头跟绛珠在红尘，他们。所以这本书整个除了第一回第二回他是在那布局，然后从第三回到八十回到后来到底一共有多少回我们不知道，据我自己个人的推测是108回，是54回是他的分水岭，不是120回。那所以我讲《红楼梦》都是讲前80回，后头啊40回我不愿意讲啊，因为整个就是狗尾续貂，他的人的面目全非了，就我不愿意看那个东西。那而且所有他们的下场啊，曹雪芹都已经布局布了，所以我们知道隐隐的他是一个很最后是很悲凉、很凄凉、很悲惨的一个结局。那他在诗里头已经都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我自己呢，我认为是108回。那到最后，等到他们在红尘缘已经尽了，那宝玉呢也看破红尘，他就离开红尘了。那绛珠有没有回到天宫呢？这个曹雪芹就没有说了，只有说贾宝玉最后是出了红尘，就做了和尚啊，他是从那个悬崖里跳下来，他就是最后佛家最大的最后的一个最严肃的一个规矩，就是从高的悬崖上山上跳下来死了，他的灵魂就回到了大荒山，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石头。所以最后第七个呢，最后一点呢，就是石头他经历红尘以后，他知道红尘里的快乐，短暂的快乐跟着是很长的痛苦，他经过了这一番以后，他回到了大荒山，他就自己啊，在就自己就变成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他就把他在红尘里的经过都写在这石头上，然后写完了以后呢，他就让那个大石头就在那个山里头。有一天呢，另外有一个空空道人，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个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但是在书里呢讲得很含糊。那么空空道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啊。后来这个石头就在旁边就说话了，他说真的吗？他说我觉得我是讲的就是一纸荒唐言，他说啊，根本不会有人要看的。空空道人说不对不对，挺很有意思的，大家都会喜欢看的。后来他说，空空道人就说，我抄让我抄下来带回去行吗？这个石头听了大喜，就说真的吗？你觉得我这个写的还会有人看吗？他说好啊好啊，你抄吧。他就抄了，抄了回来呢，到了一个书房里啊，就曹雪芹就把它写下来了。到底空空道人是不是就是曹雪芹呢？那我认为就是，因为
曹雪芹的书里就并没有说提到这个。这个所有这个呢，是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以前他整个的一个构思。像我这样跟各位说了，我认为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节的一个大纲。可是曹雪芹他是很非但聪明，他是聪明极点呢，他很坏，他就是要来糊弄我们这个读者，他就不让你完全看到底他里头那些有很多的玄关，有很多的机关，他都不让我们看到。所以他怎么写这个《红楼梦》的开始呢？他就下面啊，林老师，我们看第二部分好吗？我写的，我就说，可是这个曹雪芹啊，他不按我们上面讲的顺序，他在落笔，他开始写这本书啊，他是烟笼雾罩如下，他故意写的迷迷糊糊，让你似懂非懂，然后就觉得看了好像自己读者就会觉得，或者是我太笨，我看不懂，要不然就是你这个曹雪芹也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写一本书写的这样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呢？他是把他我刚刚讲的那个七个那个过程啊，他把它好像一个 tossed salad， 就是在做沙拉吃的时候啊，不是那个英文里头说 tossed salad， when you are tossing salad， 你那个什么番茄呀，白菜呀，什么 cucumber 啊，什么东东都弄在一起在那儿 toss。他就把我刚才讲的那个七个先后的次序啊，把它整个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怎么个乱七八糟法呢？他是故意的。所以一没有问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女娲要开天地，分天地要开天地，他要用365块石头，正好那个宇宙间啊有366块。那个366块呢女娲就没用，所以这一点呢故事开头讲了，是红楼梦的开始。然后马上他就把这个开头怎么说啊，是一个opening passage， 他是开头啊，他就把这个次序就颠倒了。他马上这个石头啊就哎过了很多年，他就变成一个可以可大可小啊，就在山上就碰到两个道人。所以我这个树木的标题就三，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第三点。在书里头现在我们看的《红楼梦》呢就变成了第一回的第二个写的经过。然后下头呢他马上就跳到了第七，到了最后，石头已经经历过红尘了，回到了大荒山，已经把他的故事写在大石头上，空空道人来了，然后把他抄下来，就让曹雪芹呢，那个写了10年，然后完成了这本书，所以他跳到了最后，所以我把它列到是那个数目是七。我希望各位听懂了，各位听懂了吗？如果听懂了的话就，如果没有听懂的话就请你开那个 mute， 就跟我说你还不懂，那我可以再讲一次。所以这一个七个次序呢，我就按照刚才的那个数目啊，我就写下来，从一跳到了三，然后跳到了故事的最后，他说这个空空道人看到了这个他在人间的经历，我们就说这个石头是什么玩意儿啊？然后下来他是才说到了第二回，他才说这两个和尚和道人呢把他带到了红尘让他投胎，然后下来到最他才说讲完了石头的故事，然后
这个和尚跟道人继续在讲这个石头跟绛珠仙草啊在天宫里头的一段缘分。这个是在讲完甄士隐家火烧甄英莲失踪嘛，失去了女儿以后他才讲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二。可是这个啊在曹雪芹写书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第六个题目才讲出来。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石头跟绛珠仙草神瑛侍者跟这绛珠仙草啊在红尘里，就是《红楼梦》的这一本书。所以他我们现在看的《红楼梦》，我们觉得第一回第二回里头乱七八糟，就是因为他把所有这些六点一三七四五二按照这个第一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次序，以上见一二回，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各位现在你们就知道，大家很少人会说哎呀第一回第二回真好看，很少人，多半都是不懂，至少我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我说写的乱七八糟，这什么玩意儿。但因为他到第三回到八十回他花了七十七回，我们现在看到的脂砚斋就是啊曹雪芹写的本子是七十七回，是写宝玉和黛玉他们在红尘里的事情，主要是贾府。当然这本书不是就是说爱情，其实他这个这本书啊它是分两个，一个是色，一个是啊食，就是孔子说的食色。食就是钱，那个色就是 sex， 所以他爱情只是占一半。那么在爱情上呢，宝玉黛玉是主角，可是在钱的那一支上呢，七凤凤姐是主角。所以他这本《红楼梦》他是说人间的两件事，当然最重要他还是说主要是说女人。刚才我们还没上课的时候，我跟何勇跟何勇弟啊，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认为这个《红楼梦》这本书啊，它根本就是说白了，用白话吧，就是女人的故事。他是说整个是女人。我们先瞧瞧他这个楼这个字里头，右边就是一个女字，就有一个女。那个红里头大有学问，它主要是讲红尘里发生的事情。第二个他就说青春，就是红颜的意思。这个红颜不只是说女人，而且也说像宝玉啊、贾琏啊、贾云啊、贾强啊，所有这些人的事情。当然主要是说女人。他这个红颜呢，就像是李后主的只是朱颜改，朱颜和红颜。所以这个曹雪芹他的旧学就是对啊，古典的像李后主啊、李白啊、李商隐，当然不用讲了，因为这个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结尾。所以他唐诗也有，宋词也有，元曲也有，那诗经诗体也有，骚体也有，你说他都有。数来宝他也有，他里头还有各种的文体。那个像那个门上中国那个就是传统的啊，那个大门上头有个匾，他提那个匾，提那个对联，那是他的一大功夫。所以你要什么文学的形式在这个《红楼梦》里都能找到。所以我说《红楼梦》的伟大，就是因为它是包罗了所有中国文化里的精髓，它里面都有。
可是《金瓶梅》虽然《红楼梦》，我认为它多少可能是会受了一点《金瓶梅》的影响，但是《金瓶梅》是一本不值得讨，对我来说不值得讨论的书，因为它太粗，它太淫荡，它一点价值也没有。我认为它没有文学的价值。那他们的对话简直是不堪入目，他的那个文章文字啊，里头的那些歌呀诗啊什么都非常的枯燥啊，让人不喜欢看，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教这个《红楼梦》啊，很多学生都会问我啊，觉得好像他们都知道我们中文里头有一个那个《金瓶梅》，那我总是说，我说我只讲一两句，因为我根本就不屑提这个《金瓶梅》。我认为大家很多人还在考据，说是谁写的，谁写的 ？Who cares？ 根本我就觉得没有这个讨论的价值，也不用花这个时间去讨论这个《红楼梦》就不一样，因为它的文学价值很高，所有中国文化里的文体它都有，所以它这个是而且非常口语化。他要文啊，古典有古典，他要口语化，他有口语，写的非常，而且他要悲哀，他有悲哀，他要诙谐，他有诙谐，他要你要讽刺，他也有讽刺，所以这本书成为了我们中国是最伟大的一本小说。它不是像美国人啊，多半我们如果说英文的话，多半都会说 one of the greatest， 可是我们中文讲到啊《红楼梦》就不是 one of the greatest， it is the greatest。 这当然又是我自己的想法啊，因为我认为像三国呀，特别是水浒，我看了也是觉得头疼，因为它没有文学的价值，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文体它都有，没有这个曹雪芹那么伟大。所以很多我啊讲这个课，很多学生问我，就说你觉得我们西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跟这个《红楼梦》比美呢？因为你觉得那么好。我说跟你说实话，我想不出来有任何一个作品，一个文学作品啊，能够不要说是跟它比了，根本绝不能望其项背。那有一个人我可以想到跟曹雪芹有点像，就是 Mozart。 他的音乐跟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文学，你怎么比呢？我就觉得 Mozart 他的天才啊，好像是大海一样，他一波又一波，他想出那么多的乐曲，还做了那么多的歌剧，我认为他是实在是很伟大的。如果一定要我说西方的文学我看过的，我认为跟《红楼梦》有那么一丁点像，但是远远远的在《红楼梦》之下是什么呢？就是 Evelyn Waugh 写的一本叫《Brideshead Revisited》，是 Evelyn Waugh 的一个 masterpiece， 是他的一本 signature masterpiece。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看看那本他整个那个 spirit， 他的那个精神呐、啊，他写的他那个英文写的跟我们这个中文的红楼梦啊，他有那么一点精神，有一两个人那个主角的一个挺像贾宝玉的。他的故事非常的悲哀，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英文有一本 Brideshead Revisited， 他那个作者是 Evelyn Waugh， 他的 last name 是 Waugh， 所以如果各位好奇的话可以看一看。好，今天呢我是决定前面这一部分我用时间用的少，因为后边我们还有很多要讨论的。
如果各位对我说的任何一点有问题呢，就请各位马上在你们面前，如果有一张纸的话呢，就写下来。一会儿我想我留十分钟啊，我们有一个 Q&A session， 那么请各位就提出问题啊，只要我懂的，只要我懂的，我回答的，我一定回答。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看我今天准备的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呢，很有意思。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也是到了五六十岁，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是奇怪啊，他这个到了第五回，这一回呀，原来是第六回。这个《红楼梦》这本书啊，他这个章回，他那个章回的数目，如果一个章回的数目能够除以三，他一定这一回里头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这一回怎么不是第六回呢？他以前在1754年那个甲辰本里啊，那个残本里啊，他这个是第六回。后来第五回啊，他是听了脂砚斋的话，就把那一回给删了。那一回是什么呢？就是秦可卿吟丧天香楼那个题目。吟就是荒淫无道的吟，吟丧，丧就是死啊，丧命的丧。吟丧天香楼就是说秦可卿是怎么死的，而且他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他跟贾珍是他公公，后来他被那个尤氏和被那个贾珍的太太抓到了，所以那个秦可卿就一病就好不了了，就那么死的。所以秦可卿死了，贾珍会那么悲痛欲绝，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媳妇儿死了，一个公公啊，也他要他那么样的那个大哭大喊啊，简直就是荒唐到了极点，根本就是中国古时候到今天，除了你们中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不然一个媳妇儿死了，一个公公决定不可能那样。所以曹雪芹就听了脂砚斋的话，就把第五回给去掉了。所以太虚幻境这一回就变成了第五回。第五回里头特别的重要，就是这个贾宝玉啊到了太虚幻境。为什么他这一回特别重要呢？就是因为他把所有里面的主角最重要的十二个女人，她们最后是怎么死的，他把她们的结局啊都安排在隐藏在画里，在诗里。所以这一回啊是最重要。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第三回，林黛玉，黛玉进贾府那回是重要的不得了。这一个第六回重要的不得了。所以各位如果以后再看《红楼梦》，他那个章回除了这个第五回，如果那个章回的数目可以用三，一二三的三，以三可以成为一个整数的话，那一回里一定有大事。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三是传统中国文化里啊，三是很重要的啊。一年不过啊，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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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不过三啊什么。还有在西方三也是，因为三是数学里的一个奇数。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回有他进了太虚幻境，他第一个他写的就是上头一个横匾，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好像是一个牌坊，太虚幻境的，对那个大门是一个牌坊，在那个牌坊上，牌坊的上面就是一个横匾，它那个横匾上写了四个大字，哪四个呢？就是各位在屏幕上看见的，念海晴天。这个曹雪芹他的学问跟他的文字的力量啊，就是相当，简直就是惊人。不讲他，我先不说别的，就说他这个平仄，他这个对这个字的感觉，他这个只要有诗歌出来，他对平仄的感觉，他那个 sensitivity， 他的那一个对那个敏感性啊，简直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当然了，你说像李白啊什么的，当然他们，可是曹雪芹他是写个小说，他是有一个故事。那前头这个念海两个字就是仄声仄声，晴天就是平声平声，所以在这个四个字儿里头它就是有对照，它就是仄仄平平。所以如果你念起来的话，就是念海晴天，大家听到了吗？念是第四声，海是第三声，现当今的第三声第四声都是仄声，晴是阳平，天是阴平，所以念海是仄仄，后头是晴天是平平，所以这个阴阳这个仄声就是中国古典文字里的阴，它都是第三声第四声，它那个阳都是平声，所以这个晴天就是代表了男性的世界，念海就是代表了女性的世界。什么意思呢？海是水，是女人，是女的，是阴，天是男的，所以皇帝是皇帝，皇后就是在走在皇帝后边的，是他的 empress， 他虽然位高到了皇后，可是他还是他是阴。但是在曹雪芹在我们中国文学里，这个阴是比阳还要厉害。其实我们各位啊同学，就各位同学来今天各位同学啊也知道，我们说好像是男人啊，哦，一家不能没有男人什么。不对，一家不能没有女人，女性的力量是比男人的力量大，曹雪芹早就跟我们说了，所以他那个《红楼梦》那个红字就是点，多半是女人，那个楼子里头又是女人，所以他这个到了太虚幻境，他打那个横匾，他头一个就是孽海，就是女人呢，啊，就是做了孽就跑的活了，活了一场需要一个男人，但是多半那个结局感情啊就要受罪，所以他是孽海晴天。这个那这个男人是怎么样的？男人就是天性的见一个爱一个，他这个情特别多，他不专一，结果搞得就是两个都很痛苦在一起。所以那个现代的近代的作家徐宇，他跟我说，他对我说的，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个男人和女人呢，啊，压根儿就不应该是有婚姻应该结婚，因为根本男人也不懂女人，女人也不懂男人，女人只能够爱一个人，他知道你不管你那个男人那个丈夫多坏，在他没有找到另外一个男朋友以前，他就死心塌地就跟着你，他
知道自己倒霉也跟着你。可是那男人呢，他是希望有很多很多女人，很多女朋友啊，小老婆一大堆，他希望你也不要，你别跟我闹，你们大家和睦相处，那我呢就也爱你也爱你，每个都爱。所以他这个念海情天啊定的啊，就是讲人间这个男女的爱。他这个不是随便做，而且他在这个海字前面的形容词，他是用一个孽字，孽字就是受罪啊，受苦，受苦受罪，生孩子啊，倒霉啊，还要碰到一大堆小老婆呀、女朋友啊什么，好，就是所以他就是做这个女人啊，就是做了孽，他才会受这个苦，要不然你怎么说为什么女人要受苦呢？所以曹雪芹就他来了一个孽海情天，所以他从这个匾，这个横匾上，他已经定了天地，就是让你们知道这怎么回事儿。我的这本书到底是写什么东西？可是这个我小时候看，我十岁开始看《红楼梦》，我也没有怎么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呢？也是要人老了才慢慢的越看越觉得有味道，有滋味。然后下头这个匾呢，下头呢当然有对联了。那对联呢，右边的我们眼睛看的人呢，右边的是上联，左边的是下联，啊，他这个对的是我常跟朋友说，我说这个曹雪芹啊，他就不用写这一本书，他只要写这一个对联，还有最后到了大概70多回，就是那个史湘云跟黛玉在那个中秋节的晚上，他们联句那个啊，就是冷月葬花魂。前头的那个是啊什么啊，寒塘渡鹤影，是史湘云的。然后啊，黛玉就说对了，他说冷月葬花魂，就那两句跟这个两句，如果曹雪芹压根儿就没有写这本小说，只有写这几句，他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杀的一个大师。他这个对联啊，厚地高天，大家别忘了，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可能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里头那个平仄的问题，音乐的问题，因为他处理的是完全完美完美。厚地高天，它是仄仄平平，它这个仄仄厚地又是指阴，高天又是指阳，地母地母。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其实英文跟中文虽然似乎是差那么多，可是你们听过美国人说啊 Daddy Nature 吗？从来没有啊。 Mother Nature Mother Nature， 你讲他们讲到 Nature， 讲到地土地，一定是 She， 一定是用女性的。所以他这个对联啊，他是以女人以阴开始，就像这个横匾一样，念海晴天，它先是阴再是阳，后地它是阴，下面是高天，后地高天，它先布一个局。它这个对联啊，就像一首诗，它先给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天地，它不是用天地，它用地天，后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下面就等于是一个七言诗一样的啊，它整个前头是四个字，下面是7个字，是对联。这个勘探古今情不尽，这个我不用解释了，就说哎呀，真的是可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一直感叹啊，
就是从古到今呢、啊、这个人跟人的感，男人跟女人这个情啊，是永远那个没完没了的，永远是一代老了死了，新的一代又是这个情这个字。然后他用的这个敬这个字，这个字的敬的字源呢很有意思，说文解字的字源，他这个敬上头是一个手，手里头拿了一个刀，刀在那做什么呢，在那杀一个动物，杀牛或者杀羊，这个敬。所以杀了以后有什么流出来呢，四点的血，中间有四点，各位看见了吗，繁体字。下头是一个 vessel，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盘子，或者是一个大的碟子，或者是一个很长形的啊，长形的一个碗啊，装什么呢，装动物的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在祭祀的时候，在传统式的啊，在 sacrificial ritual， 就是在祭祀过年呀，过中秋节呀，过什么，我们一定要有祭祀，就要杀牛杀羊。为什么，主要就是要他们的血啊，要在放在祖宗的那个香前面，要祭，是祭祀用的。有的时候啊，像啊天不下雨，那皇帝就要到天台去啊，对天祝祷，一定要杀牛杀羊杀鸡啊。乡下人在穷人家得要杀一个鸡，那么皇帝呢就会杀牛杀羊，这个就是那个血啊，一滴一滴的滴到那个碗里去，就是敬，最后要滴半天才能够滴完。所以这个敬这个字啊，是里头有不只是有伤感的意思，而且它有一点恐怖的意思，因为它有杀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自杀也可以说自尽啊。这个地方他是说这个情不尽，你看你一有情啊，你的心里头那个血泪就是流不断，都是流不完的。他第一句，这是只是上联啊，我还没说下联呢。这个所谓对联，对联就是每个字儿都得要对，厚地，这个地啊是很厚的，你挖地挖来挖去挖不完。厚地它对个什么呢，它对个，它第一句上联是先阴后阳，然后感叹，到了第二句它不能老是阴阳，所以他到了第二句他就变成了痴男怨女，他就变成了阳先，然后是痴男，男人都疯了，怨女，这个做女人呢，阴就是女人呢，她是直说了是男女，可是这个地方这个男对地，他这个阴对阳，后对痴，那高对怨，那高天，天都不知道有多高，这个女人心里面的委屈啊，那个埋怨呐、啊，那个、伤心的地方啊，都说不完有多少，所以有个怨，怨女。这个张爱玲怎么会世界上会有个张爱玲？她张爱玲是不只是《红楼梦》，所有的古典的文学她是精通，所以。他的一本伟大的作品就是叫《怨女》，就这儿来的，不是他的英文，他先写英文再写中文，他的英文的名字不是《怨女》的翻译，是另外一个。他很妙的就是勘探，这勘是哎呀，真值得我们来叹这口气啊，叹气，在。感到很让我们觉得很感叹，他对的堪对什么呢，可以，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助动词，是一个 auxiliary verb，
can 也是一个 auxiliary verb 助动词，可以也是一个 auxiliary verb， 它两个这个 part of speech 这词语词性啊一定要一样的，一定要对，不可能如果你不对的话就不是对联。它这个是啊，真值得我们叹气。下面一个呢是哎呀，真是可以让我们觉得悲哀的可怜，让我们觉得可以同情的可怜。这个怜字跟爱是有很深的关系。哎，真是觉得可怜啊，可怜。可怜什么呢？他用风月对古今。古今是时间。风月是每个月，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的现象。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自然的风，风对古，月对今，古今它对个风月。古今这两个字是古是仄声，今是平声，所以它是仄平。到了风月呢，风是平，月是仄，风月。所以各位看到了没有，它的这个音乐，这个曹雪芹的这个声韵学啊，简直就是不得了，真是一言难尽的。所以我们中国才会有红学。它这个琴它对用什么来对呢？债，情债。你爱上一个人呢，你就是欠了他的。你对什么有了情，你就是欠了他的。就算不是人吧，也是一个债。何况这一下联他已经说了，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中国人发明这个债字也挺有意思，它是人字旁，债这个字人字旁，它右边是你的责任。你什么责任呢？是欠了别人钱了。这个债这个字右下是一个背，是一个钱的意思。所以你欠了人家钱，如果你还是一个人，你就得记住。所以他用一个债来对这个琴呢，这简直就绝了。这是一个字啊，他能够想到这个琴是平声，是往上的，是阳平，琴债是去声。所以它正好情是平声，债是仄声，对联就是这样。在声韵上它一定要是反的，一定要反的。在那个grammar， 在语法上，它那 part of speech， 它那个语类，文字的语类一定要是一样的。所以它的 love， 它这个情 love，他的 match 是 debt， 你爱的什么人就是啊，前辈子欠你的。我们不是中国人吵架啊，或者有的时候是撒娇的时候也会说，女孩会说，哎呀，我反正是前辈子欠了你的。就是你看，就这些个古典汉语啊，都发展成了白话文了。一个是不敬，是那个血啊，血泪是滴不完的。然后说到了这债呢，是很难很难，难啊难啊难。难怎么样呢？愁就是说 pay you back， 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回报你的，这个债是还不了的。这个难这个字啊是特别有意思，它是鸟，它右边这个是一只鸟，一只鸡或者一只鸟。左边是什么呢？左边是在草丛里啊，有人拿了一个绳子，
是我讲甲骨文，他是想要逮到这只鸟啊，抓它，逮得到吗？除非这鸟死了，要不然你是逮不到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难字，就说 it's a big challenge， 这个债是永远没有办法还的，还的一个债。所以这个对联，厚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中国的这个古典呢，所谓的对联，二联最后一个字儿，一定也必得要是，必得要平声，是阴平阳平，是上去的，债难酬这个。前头的最低首联上联最后一个字 90% 90% 95% 都是仄声，所以正好相反，所以它第一联是尽，然后最后一个债难酬，这个酬字是哪来的呢？就是说朋友要走了，我带着酒，最后咱们再喝一杯，我感谢你啊，多年对我的好，所以我再敬你一杯，再敬你一杯。你走了，古时候走到几百里路几千里路以外，永远再见不到了，所以我这就是愁，所以这是游字旁，这是喝酒的酒的游，这个他做边旁的时候就是酒，右边呢是你中国水，在南方水是很多的，河流很多的，所以河流旁边有陆地，他就是在地上走，你要离开我的，所以这个愁就是说报答。其实这个字儿呢是说我倒一杯酒啊敬你，你要走了，所以我要来最后我的一点点的报答你的这一个恩情呢，报答你对我的恩情，都在这杯一杯水酒就跟你告别了，是这个意思。所以用在这儿啊特别的美，为什么呢？因为上面一个镜子里头是血，最后这个是酒，是酒，是就一杯一杯啊，等到你走了我也醉死了。所以他这个里面啊就是跟那个柳永啊，今宵酒醒，酒醒何处啊，杨柳岸啊，晓风残月，这个曹雪芹他这些句子都是从杜牧，李商隐，杜牧啊，李后主啊，都是从他们的那些柳永他们那些诗词里头来的，但是他把那些字，把那些个诗词记在脑子里，他化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对联啊，可以说是一个特别非常伟大的。我们往下去，我还有很我已经看到这个时间了，现在都快九点一刻了，所以。所以我讲课最担心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好，我们现在看一个非常有对于我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一点看《红楼梦》的一个点呢、啊，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十二金钗在这一个虚幻境里，他是先看到。有金钗，有正册，有副册。副册呢，只有是丫头，只有晴雯和袭人两个。但是正册里呢，十二个女主角都在里头了。十二金钗，他这个为什么说十二个呢？他完全就是曹雪芹拿这个十二个女人呢、啊，就是跟那个天干地支。地，我刚刚我已经讲过了，是阴，是代表女性，所有宇宙间的阴的东西都是
都是用这个地来表现，所以它这个十二是从天干地支，天干有十个，地支有十二个，中国的时辰都是用这个地支的 用法比较多，因为这个地支是代表女的，有十二。那个阳代表阳的是天，是天干，只有十个，天干只有十个，十个字儿。地支有十二个字儿，所以他这个十二金钗是十二个女人，因为他是地支，他是地支里啊，不可能跑出一个熊，一个羊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地支呢，他看到了政策，看到了图画，旁边还有一个诗，他那个诗呢是用唐诗的体，不是五言就是七言，差不多都是我想一想啊，都是绝句，不是五言绝句就是七言绝句。那么但是在这一个《红楼梦》里啊，他没有说是五言诗或者五言七言绝句，没有，他用一个判词。什么叫判词呢？就是预告这一个女主角她将来的死结局是怎么样，她的人的个性是怎么样，都在里头。让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我奇怪了四五十年，我一直想一直想，被我想出这个道理，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今天呢我就说出来跟各位分share with you。 如果你们觉得不对的，就是故往听之，我不是说我说的都对啊。那么他看到了宝钗的那个图画，各位如果看过那个《红楼梦》，知道他有画，他画上画的旁边提了诗，那个诗才是真正的灵魂，就像中国的文人画一样，诗书画。他那个头两句就是可叹停机德，堪怜用虚才。他哎呀不对呀，这个停机德它是有典故的，它那个典故是《后汉书》里的《列女传》，《列女传》里头有一个故事，《列女传》中间的一传，就是那个男的叫乐阳子，后来做了大官，挺有名的，是春秋的时候的人，乐快乐的乐，阳就是牛羊的羊，儿子的子。乐阳子他年轻的时候啊，讨了一个太太，挺漂亮的。那么家里呢，没有钱，但是这个乐阳子挺有天才，而且他学问也挺高的。那么他就去参加大考试，到赴京考试。我想那不是春秋，春秋的时候还没有考试。我想也许是到在西汉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太太呢就在家里啊，就在那儿纺纱。没多久，走了没多久，因为他们家离那个京城挺远的。好了，夫妻两个人呢洒泪而别，那个太太回去就继续那个纺纱。她纺了没有多久啊，没两个时辰，嘣嘣嘣敲门，他去开门，哎，乐阳子回来了。他说：“哟，你怎么回来了？”他说：“乐阳子说，哟，我是在想你，我舍不得你，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呀，我就挺难过的，我就不愿意去参加什么会试，我不要什么功名。”那个太太就听了他的话。说哦，你是这样啊，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呐、啊，你这是爱我吗？他讲完以后，再不说一个字，他回去就把他那个纺纱机啊，把那个所有纺纱机全部用剪刀给绞了，
把所有织好的布啊、纱啊、跟布啊，全部都剪成丝丝条条条。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指望的，因为你是个没有出息，你是一个孬种，没有出息的男人。我就算我眼睛瞎了，嫁了你这样一个没出息的，我要你爱我，但是不是这样爱。”所以这个乐羊子听了才觉得啊恍然大悟，就说啊，我要是要太太高兴，要她爱我，那我不能这样爱，我得要有出息。所以他马上好好好，他就赶紧就，反正他也没有 unpack， 也没把行李打开来，所以他就又挑着行李又跑了，后来就做了大官。这个典故呢就叫做停机德，各位清楚了吗？我一看，我小时候我就看，我说这个怎么会是可叹停机德，然后下面是堪怜用虚才，我说这个不对呀。后来我到大了，我就说这个是宝钗是第一个呀，宝钗一天到晚叫他要去这你啊，是要去争取功名啊，什么要有出息啊，那个堪怜用虚才是一个才女啊，而且一个头一个是可叹，就是说哎，你闲得了半天没用，人家不爱你。这个堪怜，这个宝玉不但爱他，他一辈子他觉得黛玉挺可怜的，他由怜生爱，他是可以爱他的，他不但爱他的美，而且爱黛玉的才气高，而且不俗气，从来不会去鼓励他去做当官，去要研究学问，他不搞这套，这宝玉就特别爱他这个，所以我说怎么倒过来呢？然后后面他，因为他是讲这个两个女主角，所以他就多了两句，他下面两句啊就倒过来，他上面两句是薛宝钗林黛玉，下面他做一个翻案文章，玉带林中挂，这还用说吗？黛玉他就名字，他里头有那个声音也在押韵里头，又有林，又有玉，又有黛，就是林黛玉。第二个金钗雪里埋，哥们，你虽然你是我太太，但是我不要你，我不爱你，你一辈子就做活寡妇。所以后来我到了几十年，我心里一直疑惑，我说这怎么回事儿？后来我就知道了，他是不是乱搞的，他是有排名的，跟宝玉的关系在从以前这个年轻的十二个女主角跟宝玉的关系，宝钗不管他爱他不爱他，最后做了他的太太，所以他一定是要 number one 第一个出来。黛玉是他心里面永远爱的，宝钗永远得不到的，他只能够排第二。但是他这一个那个五绝啊，他第三句马上就是林黛玉对这个第一句一三对照，二四对照，对照他们的晚最后怎么死的，就是都没有好的结局。所以排名，说到大排名，第一个所有的十二金钗十二个女的最重要的宝钗是第一名，第二名才是黛玉，第三名是元春，因为元春跟她是同父同母的姐姐，而且小的时候还是元春教她认字教她作诗的，就像她母亲一样，书里面写了元春归省的时候，元春特别指定南卷不能够进去，她特别下谕旨啊，是让宝玉进去见到他。第四个才挨到探春，
因为探春是跟他同父可是不同母，是小老婆生的，不管如何他们父亲是一样的，所以他是他的妹妹，所以他要只能够排到第四。我们再往下看，下面我就没有选那个诗，原来我是以为可能会有时间讲诗，我现在知道没有时间了。第五个是史湘云，史湘云为什么能够排到第五呢？因为史湘云跟他关系是比较远的，是他贾母家里，贾母自己姓史，所以是他贾母的孙女儿，外孙女儿，所以跟那个宝玉，但是他心里面爱的人，四个人，主要四个人他爱的是有史湘云，而且跟他有是亲戚关系，史湘云，所以这是因为原来他讲史湘云最后到了抄家以后，那个宝钗最后是嫁给了贾雨村，但是这个我们已经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那程高两个人的那个续集里头根本没有提，所以史湘云是排到了第五个，十二个里头下来，什么别人都没有，妙玉跑出来了，因为这个妙玉是贾宝玉的精神恋爱，英文里就所谓的 platonic love， 完全从来连手都没有拉过，更不要说是有什么亲近。他住他的尼国庵，妙玉心里也是很爱他，所以才会在宝玉过生日的时候用个大红的帖儿。他是一个尼姑，你怎么可能用写一个用大红的帖儿写字儿呢？他就所以妙玉他心里是很爱他的，所以是他的精神，他的 platonic lover， 所以他的站的席位很高。第六，迎春是他的堂姐，是贾珍的妹妹，但是是贾珍小老婆生的。啊，我讲错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讲说错了。迎春是啊，我看啊，是贾，是贾，啊，是那个就是那个贾琏那个爸爸叫不是，是他的堂姐，是贾宝玉的堂姐，而且他就是那邢夫人的先生，我假设他是假设小老婆生的女儿迎春，所以虽然他是宝玉的堂姐，但是他是假设的小老婆生的，所以他只能排到第七。下面就惜春，惜春是贾珍的妹妹，就是尤氏的妯娌。惜春是他的堂哥的妹妹，是他的堂妹妹，一个是堂姐，一个是堂妹，都跟他父母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排到了第七、第八。到了第九才排到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是他的堂嫂，照理说如果是堂嫂的话，至少是应该排在 要排在这个啊迎春和惜春，还有但是他的关系是比较远，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是他的堂哥的太太，是贾琏的太太。为什么他能够在李纨的前面呢？因为他除了是宝玉的堂嫂，他还是宝玉的表姐，因为他是王家人，是王夫人跟薛姨妈他们家里面的，是他们的亲侄女儿。王熙凤嫁贾琏是表兄妹结婚联婚的，所以他跟
宝玉是有双重亲，她不只是她的嫂子堂嫂，而且是她的表姐，所以她的地位在李纨的前面。下来就是巧姐儿，因为这个巧姐儿也姓贾，是她堂哥的女儿，所以跟她是以同样姓贾，不姓王，不是王家里出来的。李纨是她哥哥的太太，是她嫂子。最后一个是她在梦里跟宝玉，这是曹雪芹说的，她是在做梦，第一个跟她做爱的人就是秦可卿，所以她是秦可卿是她第一个跟她发生了有肌肤之情的一个女人，所以她是挂了十二金钗最后一个名字是秦可卿。下面他是这样排名的，到了这一回第五回的后面，就他们那些仙女儿仙女在那个太虚啊幻境跟他唱十二支红楼梦的曲子，也是按照我刚刚讲的那个次序，第一个是薛宝钗，第二个是林黛玉，但是他的作诗体曹雪芹换了，不是唐诗，这个是元曲，所以他更能够感动人，更悲哀，因为他跟白话很接近，跟后来的那个昆曲啊，跟甚至于跟京剧的词儿都比较像，所以特别感动。可是我没有时间一首一首的欣赏，我是选了几首希望能够欣赏。最后一个我就请你们各位回家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都已经过了。最后一个我选的是啊，林老师请你让大家看看最后一个探春。最后一个是啊，蒋凤姐，她那个凤姐前头啊，我跟大家讲最后一个好吗？林老师啊，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就那个判词，刚刚那个最后写这个，大家看这个写王熙凤的啊，凡鸟偏从末世来，这个凡鸟各位，它是凤这个字啊，就是像一个凡里头再加一个鸟，那个凡就是那么小的一横，所以这个凡鸟就是凤，王熙凤的凤字。他是把那个凤拆开了来变成了凡鸟，因为这个凤是凤凰是一个鸟嘛，所以他说凡鸟偏从末世来。最后这个一从二令三人目，很多人都知道，第一个从就是说丈夫听他话，谁都听他话，第二令就是说第二个已经不听他的话了，那个冷了，二是两点水，旁边一个令就是冷，就是贾琏冷他了，不要他，不爱他。三人目到了再过他就被休掉了，所以他最后更不是死了，他是被休了，所以被休了他就哭向金陵，因为这十二个女人她们都是故乡，都是金陵，都是南京人，所以被休了死了回到了金陵就死了，是这样的。这是凤姐的她的一生，所以她这个凡鸟，大家说怎么会用个凡鸟，这个凡字里头你加一个鸟进去就变成了凤凰的凤字，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不能够讲，对不起，我不能够讲我自己选的这些后面的这个曲子啊，我是很想跟各位一起念的啊，我就像我说的，我说的也只是我心里面想的啊，就是各位啊，也就是姑且听之，姑妄听之，也不用记得。如果觉得各位觉得有问题，觉得我说的不对，请各位原谅。如果各位觉得喜欢的话，谢谢你们。我们以后人文的讲座好的多得很，请各位再来。
现在我要问一下，虽然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也可以提简短的问题，啊，畅啊，刘畅，那现在就看看，是的，对不起啊，我又时间又过了。过了五分钟了，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留言了，说没听够啊。啊，每次王老师的讲座都是让大家意犹未尽哈，谢谢，但是没有办法，谢谢，我们每次的时间呢就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呢就希望王老师能够多出山，多给我们做更多次的讲座，谢谢，好吧，谢谢谢谢，我就希望如果有问题的话啊，有大的问题我可以很快回答的话，我们回答个三四个问题好不好？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请观众朋友们现在来提问吧，那我们就让汪老师做大家的问题来进行一些简短的回答。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有之前有一位观众说那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啊？它有很多名字，Brighthead Revisited这本书是我讲那个，它是叫，这本是英文书，英文的小说，它的那个作者是 Evelyn Waugh，它的那个题目，书的题目是 Brideshead Revisited， Bride 就是新娘那个 Bride 加一个 S， Bride 有一个 S。后面紧跟着就是 head 头 ，Brideshead， Brideshead 是一个地名，是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名字 ，Brideshead Revisited， 就是重访，重访 Brideshead， OK， 好，这是非常有。非常在英国文学里很有名的一本啊，是 Evelyn Waugh 的杰作。好，那我已经把这本书的书名打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了，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网上来搜索一下，然后自行购买一下来阅读哈。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有哪些渠道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解析？比如这个，比如脂砚斋的评论吗？等等的这些。像我今天讲的，我的跟俞平伯跟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的，他好像过去没有多久，我只记得胡适跟俞平伯的所有评那个。就是值得看的啊，评《红楼梦》的，他们没有人会提到我刚刚讲的。我想我讲的那些啊，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你知道，不值得大家。就是红学家很少会讨论刚刚我讲过的这些，至少我没有看过。我看的俞平伯他们都是说，都是讨论。到底这一章是哪一年写的，到底第一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后来有很多人研究这个曹雪芹的身世，到底他的爷爷做了什么，爸爸做了什么，我对这些我都没有兴趣。我是对文本，就是对那个文学，他的诗歌，他的文学，他的那个评测，他作诗，我对这些有兴趣。所以我对他到底是哪年在哪儿，到底是北京还是在哪儿，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到底他家在哪儿，我根本不什么，他到底爷爷是谁，他们家是包衣啊，什么什么什么祖母做过皇帝的奶娘啊什么，我只是朋友听了我就说我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看《红楼梦》是完全就是看他文本里面美的地方。我是觉得，这如果黛玉那么重要，怎么会她排第二呢？所以后来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来，原来是他们跟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谁跟我最近，
就是在那个关系上。嗯，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能看出来汪老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解读呢，更多的是从文本上，从这个文学它本体的美学角度来进行 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而对于这个文学它所这它的周边这一些八卦啊，一些有趣的故事、啊、这个可能不是在您的这个这个研究范畴之内的哈。他住哪儿是吧、嗯、还有曹雪芹他很会骗人，他时间、地点、人物、衣服、吃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真的。嗯，他吃的东西根本中国没有，食谱上没有的。他的衣服啊，穿的完都是戏台上的衣服。明朝也没有那个打扮，清朝也没有那个打扮，而且他整本书都是清朝，没有一个女的是缠足的，是小脚，怎么可能呢？他说的都是汉人的，所以他这个会骗人的，他讲的都是又像实话又像假话，你研究严格的讲起来都根本都不对的。他时代他跟我们说那个黛玉进京的时候只有六七岁八岁，怎么可能呢？你说一个八九岁十岁的怎么会做古诗做词样句渐渐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这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这个岁数他也不跟你讲实话，他不跟你讲实话。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呢，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也有很多的名家，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读的。对对对对。那么，如果对这个《红楼梦》的文本本身特别感兴趣的，那我相信大家呢可以跟这个汪班老师来多进行交流哈。那汪老师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真的是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啊。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就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红学专家啊、嗯、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文化名人，他是这个台湾的作家蒋勋，那么我不知道这汪老师您有没有读过他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我听过他的大名，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演讲、嗯 yeah. 我听说好像他也在讲红楼梦是不是？对对对，我们这位观众的提问就说这个蒋勋讲的《红楼梦》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呢？所以您他是不是一样的呢、嗯、他是不是跟我说的题目、嗯、那我们这位这个滴滴晃这位听众哈，那您可以自行的来体会一下蒋勋他的《红楼梦》还有汪老师的《红楼梦》是有哪些不同的这个特点。好，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观众提问，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啊，但是是很多这个关于初步了解《红楼梦》的朋友们，大家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困惑，就是《石头记》或《红楼梦》这两个这个题目哪个对？啊，没，都是曹雪芹的，曹雪芹还有很多《风月宝鉴》呢，他另外一个题目，所以他有。他大概拟了有五六个吧，他还有一个蛮有名的叫《风月宝鉴》，也是《红楼梦》。嗯，所以他这个《石头记》啊，脂砚斋评的最早是《石头记》，但是所以现在这个最好的一个英文翻译本叫做《Story of the Stone》，它不是翻成《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在中文里是很美的，但是翻成英文直译的话。嗯，不美不美，反而那个 Story of the Stone 我认为是很好的，他翻的也是很棒，是一个 definitive version， 就是我不相信会再会跑出一个人来比他翻的更棒，他的英文翻的真的是很棒。 嗯， 嗯，好，那这个关于这个名字，他就像刚才汪老师说的啊，曹雪芹他拟了有很多个，那么至于哪一个最好呢，我相信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哈。对，那么这个尤其是又我们涉及到这个译文，那么中文版英文版以及更多语言的版本，可能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之下，它这个有不同的名字，它可能更能贴合它的这个一种语言的解读。你认为哪个好？我个人认为吗？我非常
依您刚才的说法，因为我从小啊，我听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红楼梦》。那么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还不太清楚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非常的美，它非常符合一个中国美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之后呢，我更多的了解到这部名著，那么它这个《石头记》这个名字呢，就是它是非常的就是吸引人。对，一个石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一点不错，他那《红楼梦》多少给了我们一点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大概是一个豪富家庭啊什么这些啊。但是《石头记》他给你一个感觉，好像冷冷的一块石头，怎么会有我认为好像比较更想去探讨它。对， yeah， 对对对，我认为，所以这我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好，刚刚那位先生提出来，他说蒋勋，我不知道蒋勋他讲的内容是不是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差不多，还是怎样？这位先生，您可以，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还是请汪老师来讲《红楼梦》的话，您可以把对这个蒋勋的认识来和这个汪老师沟通一下哈，来交流一下。这位先生回答说差不多。他也讲这个，我今天我讲的这两点吗？也讲到了，今天我讲的两点，一个就是那个，他那个布局，第二个就是讲这个大排名的一个问题。这位先生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蒋勋的解读呢，更多的也是从文学的角度，这个和您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可能就是关于《红楼梦》的周边八卦呀等等的这个作者身世啊这方面，这个蒋勋很少提及，所以也是从一个人文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的，这个是和您的这个整个出发点是很相似的哈。好了，那我们其他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提问吗？好，那这里是这个周庭华哈，这个也是我们的庭华姐在啊，庭华你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庭华吧，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他说啊，汪老师，您提到十二钗政策是按与宝玉的亲疏远近来排名的，对对对，那副册。又是按照什么样的丫头？副册是丫头，是丫头。最主要的两个丫头，一个是薛宝钗的那个影子，一个是黛玉的影子。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她两个，这两个女主角身后都有一个影子。那个袭人就是她，就袭人是薛宝钗的 shadow， 好像是她的 ghost。Ghost， 那个晴雯好像是黛玉的 Ghost， 只是她是一个佣人的身份，所以，曹雪芹只有写这个，好像他是不是也写了甄英莲、香菱，好像是不是也写？我不记得，好像是不是也写了他的？我记忆里副册只有几个，没有像鸳鸯啊什么的没有提到，他只有提晴雯和袭人两个。好，那这个，那刚才这个汪老师啊，他想跟大家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政策呢是按照和宝玉的亲疏远近来排的，那么副册呢？他所有的这些这个丫头啊，他也是这个政策的影子，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按照亲疏远近这个逻辑来排的。也是。所以他在副册里头啊，他一开始出来是一说鲜花嘛，在袭人先嘛，一个在破席子上，在一朵，和晴雯是一坨明雾，你知道，他。又花了笔墨写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戏也蛮重的，尤其那个晴雯到最后死的那一场也蛮悲哀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哈，我们的提问时间呢，大概就要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是再跟汪老师来说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朋友里啊，有很多您的老朋友，很多您的粉丝，包括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庭华哈，然后呢，还有一位叫 Cathy 月的朋友，之前也提问了，然后后来呢，我才知道他是谁呀、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月妍姐，啊，月妍，啊，小月，对，他专门在北京，今天早上 来看您的这个，小月来了。啊，现在还在屏幕上吗？在的，在的，还在啊。小月、嗯，你好吗？好，那非常感谢这个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参与啊。Yeah,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汪老师的讲座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见解。那么希望我相信呢，又是掀起了大家又一轮来研读《红楼梦》的这个热情啊，那么我们非常的期待下一次呢，我们再能请到汪老师来给大家带来关于《红楼梦》、关于其他话题更多的一些主题的讲座。那么再次感谢汪老师，非常感谢，也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那么在我们的讲座结束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我们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讲座。下一次的讲座呢，将是在美东时间的9月18日晚8点到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19日的早8点到9点半。那我们请到的呢是宁波大学的这个钱茂伟教授，来给大家进行这个人人参与、人人入史、公众史学的意义与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史学家的，而并不是说一个专家、一个学者他才能成为这个铭记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对历史、对研究方法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是对这个研读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啊、好，再一次感谢汪老师。谢谢何老师。我没有了啊，就勇啊，哎，我们那个会后再说吧。勇啊，谢谢啊。啊，不客气，不客气。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好啦，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现在纽约的时间也不早了，那这个汪老师和何老师在纽约，我在这个中国，祝大家早安、啊、晚安。刘畅，你在中国呀？对对对，但是我马上回纽约了。我们回纽约，在哪儿啊？我在我的家乡太原。啊，哎，那你认的那个韵杰，对，哎呀，韵杰认识吗？他是我的中学朋友，他是我中学同学。哎呀，我听到小月在，我也想到他耶。嗯，我特别喜欢他。是的，他也让我带您，他也让我带他向您问好。哦，他好吗？他很好的，他很好。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嗯？我马上回去了，回去我们就可以见面。哦、嗯，哦，好，谢谢啊。好，谢谢。好，谢谢汪老师，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就下一次讲座见，谢谢大家。好，嗯，再见。好，勇啊，你还在吗？还有，我们到下面讲吧。我们、那个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